嗨，下午好。来，谢谢准时收看我们的现场直播。来，表弟正式开始来。下午好，下午好。Hello，表哥表姐，下午好，我是表弟。好，来看看我们今天什么？我们今天要包的什么？黑豆，黑豆啊，啊，黑豆，有排分骨，什么品种吗？啊？有分品种吗？不懂，我都是买黑豆啊，不知道黑豆叫什么。那边有500 gram 啊，那边400 gram，400 gram 的黑豆啊。啊，100 gram。那黑豆是，我们先做，我们黑豆是要煲汤对吗？煲汤，对，啊。给，我们现在用气压锅、快锅来煲啊、有蒸过吗？你这个？哦，洗一洗而已。我们只是洗过那个黑豆包啊，400 gram 的黑豆。400 gram，那么煲什么排骨？哦，排骨汤。那排骨等一下我要腌一下了哦，再比或者，给它。说我们的汤哦是有配排骨，和鸡脚，还有鸡脚啊，稍微我放稍微的啊，放稍微的少许的盐啊，一茶匙的盐这样。一茶匙的盐啊，好像。给来，拿些排骨去腌一下。来拿一下。如果是说你说怕有。腥味吗？猪放一点肉料酒，对，放点糟酒，来，我们放一点料酒啊，给去了那猪肉骚味啊。来，这个要煲成汤啊，所以不用放苏打粉啊。不用啊，这是一滚的啊。但是我们今天要做的是，排骨汤。我一般上排骨，你要有一点口感的话哈，我都建议啊，大家在排骨。要有放一点一个木薯粉。OK，我们会放木薯粉啊。稍微腌一下。稍微腌制，说好只是放点盐，对，然后放一点料酒，再一个汤匙的那个木薯粉啊。木薯粉我们腌一下，等一下我们在这个还要穿烫过了啊。OK，就是我们木薯粉上面是变成那个排骨哦，有我那福建人讲包筋哦，这样排骨才会滑。排骨才不会说吃到嗨沙沙啦，嗨沙沙就是粗就粗的。那么这个排骨，等下我们要等下穿烫过，这两个都要穿烫。I love this white，哪个 white？那个 cooking white。OK，现在我要做的另外一个是 OK 热锅了。OK，热锅就我们的这个啊，这锅很烧啊。OK，来，我们热锅，热锅来，我们就把400 gram 那个黑豆放入进去，在那个快煲那边呢、啊，说还没有加入水啊？没有加入水，给它干，我们开小火，慢慢给它炒干它，炒干它先啊，炒干它水，这一边还在煲着它干身的时候，我们现在要做另外一个东西，动作就是。我们要做的第二道菜是包菜饭，包菜饭啊，包菜饭啊。OK，这个包菜饭它就有准备虾米，虾米 OK，还有一个包菜啊，包菜啊。那么我这个葱头水还是要的啊。那么我有放一个因为我想到我就本来想要放那个腊肠，后来我没有选择放腊肠，因为那天我买的这包这个是腌制的那个猪肉啊，花肉，花肉啊，花腩。Smoke pork belly。OK，下午好，下午好，谢谢你们的分享。那我们切这个，所以我要有一片。我们就拿花肉来切一片啊。比较有肥的花肉，我就拿一片，切薄薄啦。你包包底下有包点油出来吗？来，我们切成薄片啊。炒干黑豆啊，我妈妈也是这样做啊。好。Okay, 我们这个皮我们不要哦。来，我们把那个花肉的皮给去掉啊。这个我们可以去啊，这个是，给它烤干它，还有很多水分，我们，这慢不理它，给它干，炒干身啊。炒干身。OK，这个我们的心肉我们这也是，这个稍微厚一点啊。
这个新肉啊，这有点这里的味道有咸味。这个都可以生吃的，对吗？可以了。来，谢谢你的分享。嗯，那皮肉一般上我们的，你如果有人可以先拿去爆香，可以吗？可以。你先来爆香啊，我们是去掉那个皮啊。这样你要还是不要？好，OK， 我们再一般炒啊。来，我们炒黑豆啊，把它炒成干蒸啊。干蒸。Smoke berry， what is the difference？ 它是拿腌过了啦。你去那个卖猪肉档就有卖了啦，不是猪肉档的，不是是加国社的那个卖猪肉部门啊。部门对。啊。来，我们再先看看像我们炒干它，炒干生它啊，炒那个，今天我们会放在快锅里面，可以稍微炒它。来，我们现在炒这黑豆啊，这是400克的黑豆啊，所以我们只是清洗一下，然后我们就放入进去来炒啊。Why must fry black bean？ 为什么一定要炒这个黑豆？OK， 爆这个爆出来也是有一点黑豆有点香味，当然你爆出来的话，它的一个那个豆也没有这么臭那个臭青味，臭青味。那个豆就没有这样深味啦，是比较没有这样深啊。黑豆味，那么黑豆是很好的哦，好像很通啊，白的人呢常去喝黑豆啊，黑猫。这个我不怎么相信啊。黑猫，那何首乌，何首乌啊？何首乌啊？啊，何首乌也是吗？是的，头以形补形啊。OK， 我们说，它黑豆是补腰的。黑豆是补腰 ，kidney 啊，这样子是 kidney 啊，对。补肾啊，不是我们讲补肾啊，补血。谢谢你们的分享。啊，一般烧对那个猪皮，你可以拿来去爆香也是可以的。爆香啊，丢掉了有点浪费。好 ，OK， 炒干了喽。那么我们就对黑豆这样子去爆香啊，会很香啊。啊，来我们放热水啊。你热水放多少？对，黑豆炒过了很香啊！哇，真的是很烫一下，你这个喷出来了喂！刚好干了一个那个水，所以现在我放1.5公升啊。OK， 我们刚才是放 1.5 liter 啊，hot water 啊。那加多，我能不能要喝多一点汤的话，黑豆汤是很好了。黑豆汤 啊，你可以加多点啊。总共是1.5 liter 还是什么？现在差不多1.8了。啊，现在我们放下去1.8 liter 啊，1800 ml 啊，两 liter 了。两 liter。OK 啊，2 liter 的水啊。OK， 我们现在要做的东西就是红枣。哎。啊。红枣。红枣，你可以你喜欢的你试掉。稍微洗一洗一下。稍微洗一下，来粘一下啊。有实力吗？有，这里有这个。这是什么？24, 6, 8, 12 啊。Black bean fly already 啊 ，then pork soup is very yummy 啊，来12粒的红枣放进去，什么都没有放，我们什么都没有， okay. 我们就给它先包一下啊，直接包啊，包，什么都没有做啊，我们帮它滚，要多久？帮它我们先给它滚一个小时好不好？一个小时就是60分钟，就是6分钟，我们要6分钟啊，你要滚就先。如果你用普通包，你要60分钟，所以我们快包就6分钟就好了。对 ，OK。作业了要喝这个？这作业汤也是作业也是啊，作业也是这样子要喝这种汤。作业纸他们也是来这样包了。哦，也是包这种汤啊。这也是作业纸的汤啊。哦、OK， 可以把猪皮放进汤啊，但是我们没有啊，没有选择放猪皮啊。放可以补肾。Must put ginger。那等一下姜，等一下来放。迟点。因为等一下我可以，你可以一次过放也可以。我我们不要一次过，我们分开、啊。可以放的，可以直接放下去了。也可以自己放啊。
好，因为刚才我叫我太太拿姜和柠檬。好，现在我们炒菜啊。OK， 现在我们不是炒菜，我们就要做的东西不是炒菜，嗯，我们就是啊，那个红枣的馅你要拿出来吗？红枣的里面我没有拿出来，没有拿出来，啊、直接包 你也可以选择拿出来啊，你可以把它挖拿掉，没有说一定要拿出来，没有影响到啦。OK， 这个猪皮啊，有一些香。OK， 猪皮，其实你猪皮也是可以直接切下去，也是可以的，直接来，我们现在热包先。我们现在做的包菜饭啊，现在金瓜饭我做过了，芋头饭做过了，还有一什么包菜饭，这样特别的呗，咸饭来的是咸饭来的啊，姜本啊，姜本啊，来包菜给你。我们今天会做的是包菜饭啊。What is your pressure cooker brand? Wonder Chef。啊，你可以向表弟 order 啊， Wonder Chef 表弟的 Shopee 也是有卖，没有话你 PM 表弟也是可以啊。 Wonder Chef 几乎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快的快锅，哎，不能乱讲话，因为它是日本最快的快锅，它的日本是最快的快锅，在日本啊，就是说他们不讲气压锅，他们讲快锅。好，帮我请个搞胶没有 Good ginger not nice， 来，因人而异啊，如果你不喜欢金针的话，你可以不要放啊。其实放一点，放一块姜 OK 了啊。那么如果是作业的，一定要放姜哦。作业纸的话，你一定要放。为什么没有把那个猪骨一起放进去呢？等一下来放啊。来，我们上油啊。猪骨，排骨跟鸡脚，你一下子放下去的话呢，那么对，我们就会猪骨鸡脚放下去的话。我们就那个汤哦，一粘的话，那排骨啊马上粘到粘就不好。先包了，出为了再包过第二轮。我们要包两轮啊。包两轮。OK， 我们会包两轮啊。OK。Thank you, like and share， 谢谢你的分享。OK，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 OK， 包菜。还有一个菜豆饭你也煮过了。黑豆包猪尾可以强肾啊。强肾。来，我们的是蒜头仔是吧？葱头仔。确认。加一点姜片啊，更软味啊，更香啊。对。来，葱头仔爆香。刚才我买了一个这个800g 的那个包菜，哎呀，切到啊。其实用600g 是最理想的，用600g 比较理想啊。那800g菜就稍微多了一点。这样你不是取出600g 的分量就好了？好像那刚刚够了。OK， 我们爆这个香。好。你说要爆这个啊？鸡皮，我们把猪皮拿去爆香了。来，这是猪皮啊，刚才我们切的。快锅多少钱？698。698块啊，我们卖。来，谢谢你的分享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做包菜饭啊。我第一次听到包菜饭这样的东西哦，第一次啊。来，我们把那个花篮肉啊，放进去啊，放这一半啊，来包一起包起来。我这边小条肥的，你看我小条肥的。他把肥和瘦啊分开啊。哇，还是看到我哎。煮笋饭也好吃啊。我们煮过金瓜饭，煮过芋头饭，煮过豆角饭，糖豆啊。炒个饭，现在我煮包菜饭，下一回我就跟大家分享大菜饭。大菜饭啊，大菜饭啊。对。北京人的咸饭啊。好。来，谢谢大家分享我们过去天的。表弟很喜欢做那种咸饭啊，咸饭啊。来，我们就是虾米。北京人吗？北京人，福建人。虾米你放多少？
小米330克，30克的小米啊。啊，这一小米你可以芥菜饭也好吃啊。啊，该菜饭了，该菜饭。来，一起爆香啊！记得啊，油也不用这么多啊，因为那个花露啊，本身会出油啊。黑豆包猪尾，我的最爱啊！是北京包菜呢，还是金瓜啊？金马伦的包菜？这个是金马伦的，我们是用金马伦的包菜啊。来，另外一半的那个花篮肉啊，也是放下去，我们也再放下去啊。哎，碰到我嘞！你还是小姐酱啊你啊？啊，是这样的吗 ？OK， 要滚了啊、哦，我们关小火。来，可以加一点咸鱼啊 ，mushroom 啊。哎、啊，你没有打算加 mushroom 吗、啊？你叫冬菇啊？这个是冬菇啊。我们切片啊，冬菇多少个？你这里？冬菇这里冬菇比较大力的、啊，他们。哎，你还有一片在那边呢。啊、OK， 五片的大力的冬菇啊。比较大手了、啊，已经是蒸水过了，对吗？对，八个小时啊。啊，对。哦，我只是这样子看，我都觉得好吃哦。One pot fish, one pot fish, I like to eat。要镬熟系咪？要镬熟。这个也是叫镬熟啊，叫镬熟。啊。表弟是福建人，对，他是福建人啊。好看，他们爆香了哦，爆香，你可以放一点蚝干也可以啊，放藕瓜啊，蚝干也是可以。Why must put into two parts？为什么你的那个我的五花肉 okay, 我这两个不要给它太绵，因为要焖久一点。不是啊，你那个花肉为什么分两次来放？哦，那不是，一个是腌过的新肉，一个是花，一个是生的，一个是新的。我不明白，一个是新的什么？一个 smoke 好了、一个腌过的那个，一个是没有腌过的，一个没有腌过的花肉、一个是生生的。你看你先放的是没有腌过的啊？对，我爆它的油出来先。OK。我们那个放一放是因为要爆它油出来啊。对，我们是虾米，可是它们的灵魂啊。对，虾米包菜吗？虾米炒白菜。来，我们放包菜啊，可以放你就600克吗？因为我们买太多了。你整粒太大粒。对。快去炒炒掉，看一下。Yesterday I met kimchi and I met 鱼香豆腐 ，very good. Thanks for trying to cook 啊。Yeah, I'm also Hokkien lang. Yeah.表弟很喜欢做干锅，有加咸鱼吗？我们没有加咸鱼啊。没有，这不需要加咸鱼。这个不需要加咸鱼啊，好多料啊。对。因为咸鱼，你看小米已经够香了嘛，啊，小米黑皮香哦。我们家住的呢，全部是料多过菜了、啊，哎，料多过那个主食。那个花肉啊，也是带咸的、啊。来搅拌它来，这种饭是以前穷人的饭啊，尤其孩子多的家庭食堂这样吃，表弟食堂这样吃啊。我们以前乡下，我们十二个兄弟姐妹也比较穷啊。蚝干要怎么样切和洗啊？黄哥，你要蒸水先吗？蒸水先啊，蒸水，啊，蒸了，一个半个小时这样呢。来，又拿出来。如果蚝干的话，你要快，你是洗了哦，或者你拿去微波炉炖一下。好啊，蒸一下。来，做我们八千人了，谢谢你们的分享。谢谢。这个看似简单的菜肴啊，其实很好吃啊，真的很好吃啊。对，大家就这么这样简单煮就好了，要我说啊。要我做，哎，那个给那个放直接放进去啊？你直接放进去。红色的铲子哪里买？你是讲这个吗？这个是硅胶啊，表弟的 Shopee 有卖啊。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样去找表弟 Shopee， 你 PM 表弟就好啊。这六分钟了没有？应该有吗？应该有六分钟，我没有看时间呢。今天煮表弟教的泰式鱼啊，非常好吃啊！谢谢表弟，谢谢你的尝试啊，谢谢尝试，你支持啊。好，6:21。My favorite。One pot fish, this， 哇，一锅粥，一包，一锅粥，怀疑叫什么？
要握手啊，一握一握手啊，一握手，一握手啊。腌肉啊叫 bacon。OK， 我们开始，这个我们可以放一点调味料啊。OK， 我们调味啊。好。Also can put 辣肠 ，sure。对。一茶匙半的糖。一茶匙半的糖啊。来，我们放。少许的蚝油，一汤匙的蚝油，一个汤匙的蚝油啊。好，包菜是我的最爱，也是我的最爱啊。嗯，来，老抽，黑酱油。一个汤匙的黑酱油。我们放一个汤匙半先。一个汤匙半的黑酱油啊。你们看啊，黑酱油很多种啊。其实我觉得我们用海天的黑酱油是没有这么。那么黑它比较稀一点的、啊，看，好、哦，所以有时候我这里放一个黑半一个汤匙，可能你那边你用的黑酱油可能是半个汤匙，所以大家要看一下，除非你跟我的是一样的一个牌子就不同。米奇，请问蒸鱼锅有送关单吗？有啊，有送关单啊。表弟，我也永春人啊，我也是很喜欢吃大菜饭啊，多菜饭啊。对，表弟是永春福建人啊。我放我们再放烧肉啊，更棒啊，更香啊。我们放一茶匙的盐 ，OK， 一茶匙的盐呢、啊嗯？哈哈哈，我也是福建人，芋头饭啊，大菜饭啊，包菜都是我最爱啊。对，这个应该很多人喜欢啊。这些都是福建的咸饭啊，一锅咸饭啊，一锅炒、okay, 到差不多的时候，我们加大小米放下去，一家大小一餐啊。这里是三杯啦。OK， 来，这是生米的吗？生米来的，刚刚洗好了，不用蒸啊，洗好就可以了。洗好就可以了，不用蒸啊。今天我用香米啊。香米。啊，你可以用其他米都可以，印度米啊。对，这个是妈妈的味道啊。妈妈的味道，对。对，那个小汤匙你买，表弟我卖啊，你要等你要耐心等一下啊。那个已经在嘎上了，还没有出来啊。我稍微炒一下。那天我煮的素蛋鱼好吃啊。把这些炒生米就可以了。对对。所以你看你的那个换的颜色要多深哦。如果说我这个颜色不够，你可以换多半汤匙。对，颜色不够啊，我们可以再。你要自己喜欢，要有人喜欢黑，哎，我比较喜欢有点那个黑酱油味、啊。这样你总共两汤匙哦。两汤匙对。我们两汤匙啊。有人喜欢这黑酱油味啊，我们换多一点啊。好。啊。我们稍微炒一下。下午好，谢谢你的分享与守候与观看。一饼窝比较好听啊，哈哈，一饼窝，还有金瓜饭也是好吃啊。对，对 okay, 现在我们放水啊，来要放入水了。来，我的量，因为我都知道我们的一杯水一杯米啊，一杯水一杯米啊。OK， 这个水的分量啊，是看你的那个米啊多少杯。如果你是三杯米的话，你就放入三杯水啊，就这样简单啊。但是我们的因为包菜会有一点水分哦，大家也要注意一下。OK， 所以我们在这里，我们稍微调一下味道。来，表弟好，你的锅可以用铁铲炒菜啊？是什么牌子？哪里买？我们可以铲，对，但是我们表弟有卖，表弟有卖啊，你可以PM表弟啊，228块马币啊。OK， 228块马币。最好你用木铲的话，硅胶铲你的这个很耐、啊。OK， 我再试问一下啊。切刀是什么牌子？也是表弟的代理的牌子啊，还没有进来啊，所以你要再等一下。试一下味道。来，好吃啊！米奇被油喷就呱呱叫啊！365天怎么杀厨啊？OK， 我们放两茶匙的啊，来茶匙的这个鸡精粉，精粉两茶匙。Singapore Shopee how to look for 表弟 Singapore Shopee 没有表弟的产品啊，胡椒粉撒胡椒粉啊，只有那个海鲜酱料包，我们撒大量的算是大量的胡椒粉啊，麻油，这是生米吗？对，我们放生米啊，来麻油多少？一汤匙，一个汤匙的麻油啊。 cannot add sugar because 那个包菜啊饭啊已经是很甜了。我们的主要那个糖呢是要来调味的，
而不是要让它甜啊。除非你的汤啊是放三次那个汤匙啊，它东西就会甜啊。煮那种血奶烧味啊，你就要放四五个汤匙这样子啊。哎，还差一点点，我们来继续放那个酱青啊。放到汤匙的汤匙。看到表弟炒，就想到小时候啊，对啊，一饼窝是伪菜啊。对，新加坡的粉丝们，如果你要买锅的话，你可以PM表弟啊。Hot water with plastic pot no good 啊，这个你就这个呢，它是专门装热水的，有些那种塑胶类的东西啊是可以耐热的。好，再加入烧水的，对，烧水啊。表弟，炒饭里一条条的是什么来的？哪一个一条条？我没有看到有一条条啊！啊，你是讲那个应该是花篮肉来了，切片了啦，要包了对吗？等下，对，来，我们来包。OK， 直接包。啊？可以 ，OK， 这个我不会包，为什么？不会包饭了。他的妈，他的老婆包饭了、啊。我是客人啊，婆婆和妈妈都是焖豆菜啊、蚕豆啊、花肉有味饭啊。包菜是第一次看啊，会自煮啊，谢谢表弟。对，新加坡的粉丝们，如果你要买 pressure cooker 或者是任何的包。啊，表弟如果有卖的话，有代理的话，你可以PM表弟啊。对，这道饭好多调味料。对，表弟煮潮州粥啊，用什么米啊？啊，香米，香米啊。用麦啊。好，煮粥一定要用好米，比较因为粥是要滑的嘛，要用好米啊。一般上人家煮粥哦，用日本米啊。日本做寿司那种米啊，然后那么80%的米加20%的糯米，糯米 啊他们拿去包了，我那个汤这个就很粥就很滑啊。扁心他们一般上是这样来做了。来，表弟，我妈妈保珍是你的忠实粉丝，今天她生日，可以祝福她吗？谢谢你。来，保珍生日快乐啊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身体健康，开开心心每一天，也祝福在今天生日的粉丝们啊，全天下的朋友们生日快乐，身体健康。总共多少水？刚才那个、啊、嗯，那一般上我刚才有上、嗯、我们做一杯米一杯水，嗯，就很 perfect 了的啊。有一条猪皮在米饭内啊，对啊，那个闷因为是来爆香了因为大家都讲不浪费啊，我没有去浪费，我们就是来包香啊。OK， 我们现在我们就是这穿烫啊，这穿烫。好，我们把那个排骨拿去穿烫啊。这排骨我们就简单腌，就是前面有放一点一茶匙的盐。对。OK， 然后有放料酒，还有放木薯粉啊。这排骨是这里两条排骨。好，我们是两条的排骨啊。谢谢分享。这个是排骨，还有那个鸡脚啊，这是汤哎、嗯、对吗？嗯，对。这个我们要做汤啊，这个我们等下气压包要打开，要放入机器再包过一次啦、啊。对。好，蚝干饭、蚝干粥都好吃啊。哇，好乖。来，谢谢分享。附近人喜欢煮油饭啊，生孩子十二天煮油饭拜祖先啊。OK， 我们煮鸡脚也可以一起放下去。来，我们鸡脚也放入进去了，可以穿烫，去掉它的指甲。指甲一定要剪吗？有剪指甲吗？那个锅会重吗？多少钱？1.2kg 啊，228块啊。来，我们鸡脚是有几个？3、6、9，9个鸡脚啊。Can see your cooking white? Yes.
我们的料酒来。这个就是那个 cooking wine 啊，它的。OK， 3, 2, 1，谢谢。OK， 穿烫一下，然后我们取出它的泄水啊。对，把那个泄水穿烫掉了。来 ，Thank you， 赖仁雀，谢谢你的分享。来，我们这个阿锅，因为时间上关系，所以我们没办法，我们一定要。May I know how many cup of water or rice？ 黄金比例，一杯米，一杯水，就这样子啊。大概是三杯米，然后就放三杯水啊。表弟今天煮什么好吃的？现在我们煮这猪骨和鸡脚来煲汤啊。嗯。所以我们是会放入那个。放汤一下。啊，黑豆来。表弟， okay， 你煮的菜都弄得很干净啊，我好欣赏。OK， 谢谢我们这里啊，这里已经是表弟下午好，分享了各大群组了，谢谢。OK， 我们现在打开啊，烧，烧完。OK， 我稍微看一下。广东人是说有味饭啊，有味，有味饭啊。请问你的煮汤的锅多少钱啊？这个啊，这个是快煲来的，这个，汤已经黑了，黑汤黑豆汤来698块啊。嗯 ，Chicken feet for， 有腌制那个盐吗？没有啊，没有。Chicken feet 什么都没有做啊？不是烧的。OK， 这样我们的装汤料这个。来，我们捞上来，穿烫好，我们取出来，然后要洗洗，对吧？对，要洗。请问料酒跟那个花雕酒有没有一样？不一样啊，其实它的功能是一样，那么它的花雕酒就会把高调一点了，那么煮出来还有花雕的那个香味的。OK， 表哥，请问你那个金色的凉水杯和金色的汤匙哪里买？我们有卖啊，你要等一下啊，已经在加上了啦。黑豆汤怎么样煮？我们就是炒了先，炒干身了，来煲啊。等下你可以看。如果你用普通的煲啊，你就要用一个小时啊。对，你先煲，必须要先煲。所以我先煲了它，我现在再煲多一个5分钟。来，我们再继续煲5分钟啊。煲5分钟，你可以煲5到6分钟了。但是我要吃到一个排骨有口感的话，我就煲哎，你那个水哦，最后一杯是不是要进入拿去煲的时候加多一杯水是吧？对对，我看就整个四杯啊。其实不是，没有加一杯，是稍微加少许的水吧。其实你可以这样的，你味道炒了饭，然后炒了对，炒了米了对，米放上来放住，然后才加水下去捞一捞。好，刚才我刚才是。因为我们在锅里面滚啊，水稍微吃掉一点点，我就加多一点点。现在我们要做的是，我们在煲5分钟。因为我排骨要给它有点不要太绵过头，排骨就不好吃。OK， 来，我们再煲5分钟啊，就是我们把那个鸡脚和那个排骨放入进去了，再煲多一次。对，总共煲2次啊。米奇，请问米的水是热的吗？对，我们是放热水啊。排骨穿烫。多久一下子啦，就是看到泄水出来就可以了。泄水出来，然后来去洗一洗啊。来洗，一定要洗。然后用冷水冲洗一下就可以了。我们现在已经是出生了，观看是为了支持表弟的人数啊，一直到365天啊，谢谢。谢谢啊。请问一下，有你们支持，我已经到365天了。请问一下，姜葱油可以放多久？要放冰箱储存吗？如果你是一直不用的话，是 up to 1个月以上的话，你就可以放铁柜啊。米奇现在是专业的解说了，厨艺知识越来越好，谢谢你啊！刚才快过头，姜忘记放下去，没关系，他们不会放姜。
OK， 它 mix 了，放姜进去啊，可以换你们就放姜块啊。OK， 可以，是可以换的。你不是再放进去啊？来 ，OK， 来，它还没有滚吗？还没有滚啊。嗯，表弟很煮菜很卫生啊，没有爬头抓壁纸的坏习惯啊。来啊，把一块姜，姜块啊，可以吗？切一下，切几片的？来切一下。每天只能看到表弟的，每天只能看表弟直播到一半。切几片就可以了，然后因为放工要回家了，是在看重播啊。谢谢你，来把那个姜啊切片啊，一块姜就好啊。Chef cooking is very clean and perfect. 没有汤，没有加精热，加了。我们刚刚加了，谢谢你。这样煲汤肯定好吃啊！谢谢你啊。分两次煲，因为主要目的是那个我想要有那个排骨的口感啊。不然的话，你煲它十二分钟就很孤立，那个就绵绵了，那个排骨都不能吃。请问表弟的黑豆有没有炒过才拿来煲汤？有啊，我们是来炒过了先啊。要开锅的时候必须要先冷水冲它吗？要开快锅的时候啊，你要用冷水来冲它一下吗？哎呀，对，我要因为我要开其实是不用的，你要给它自己的那个这个。有时间你就给它，不要给它自己跌下来才开。那如果我要快嘛，刚才我要快摇，小心一点，刚才开差一点喷出来，我摇一摇。请问要如何选择排骨？哦，给排骨看你一般上排骨你是煲汤还是什么？第一个我们说要煲汤呢，还是拿来焖的？一般上排骨你就排骨很奇怪的哦，排骨前面是肚腩吗？像我这样的是没有肉了，这肚腩呢就瘦了。像Mickey 这样的，它肚腩就肥肉就这么高。排骨上面是一层花肉，排骨的上面是花肉。所以花肉的肉美的话厚的话呢，排骨就没有肉。就是它连在一起的。那如果排骨的肉很厚的话，花肉就很薄。所以就一起的。那有人说加厚骨，加厚加厚骨啊，加厚骨就是排骨跟那个花肉一起连住了，一起拿出来了，加厚骨，好像我们去酒楼吃的是，好像南乳排骨都是这么大片的，这么厚的，因为上面是排骨，上面是花肉，好啊，加厚骨，就是排骨跟花腩是连在一起了，好。Mickey can cook 鱼饭，鱼饭系咩？鱼饭啊？小心嘞，这样开盖很危险。对，刚才我是开，不是我要注意一下，大家要注意。刚才因为我要快摇掉以后，但是在家里就不用，你在家里就好。然后这个是这个鲍鱼是生的啊，来，我们就拿生鲍鱼啊，小的。我们要去穿汤的，我是这样用这个汤的当穿汤。其实这个只是如果来去蒸一下。十分钟就可以吃了。OK， 来，我们就是放热水啊。要放多久？没有，当做穿烫一下咯。加陈皮好吗？可以加陈皮，我忘记了，我本来要放陈皮的。黑豆可以加呀，加一小片的陈皮下去。黑豆是多少克？400克啊。可以加陈皮啊，我没有加。来，我们的那个。本来我要加陈皮了，一下子忘记了。鲍鱼仔。谢谢啊，这里还有一粒。请问这气压锅？可以放假蒸一只鸡吗？看你的鸡有多大只、啊、多大啦，如果是一只鸡是可以的、啊、除非你用那个15L了，15L就可以、不然你就切一半咯。煮黑豆汤加干菜啊，小金杯多少钱？不知道价钱啊，他们的那个第三方还没有给价钱啊。今天我们要做的是这个我们炒这个生鲍鱼、来，下午好，来，请帮我们 like and share 啊，谢谢你们。表弟不要冲完啊，要小心啊，会，谢谢，火热、啊、好。这我们慢看看为什么，我现在要拿个香油啊，因为我做的香油没有了。Okay. 像我最简单的做香油，我就用这个炸的那个葱头仔啊，葱头仔，最简单的。
来，我们放油先。If cooked peanut lotus pork rib soup, do we need also 干炒 the peanut before putting water? Thanks. 如果我煮那个花生莲藕排骨汤，需不需要干炒排那个花生？一般上人很少做这样做。一般上很少这样做啊。不需要了，不需要了。刚才表弟开快，但是要那个盖啊，为他捏了一把汗啊，太过快。来，但是那个花生，我建议要穿烫过水。啊，穿烫啊。请问哪里可以买到那个生鲍鱼啊？我们是尼姑肚，尼姑肚啊，尼姑肚观众，你看这是哪个？给、okay, 这鲍鱼是尼姑肚的啊，尼姑肚的。给、okay, 我们做好了，就是那个简单的香油啊，我们就是用炸葱油炸来蒸下那个油就可以了。今天煮嫩浪鸡，还有肉碎煎鸡蛋啊，还有蒜苗炒。贵豆啊，都是好吃啊！谢谢表弟教导。哇，你三样都煮表弟了，哇，今天又1009宗啊！没念过钱啊？我们住新加坡有送过来吗？有啊，运费啊，运费是另外算啊。表弟的鲍鱼是罐头的吗？没有啊，它是包装啊。请问，鲍鱼罐头里的字有刺吗？那个就是它的。罐头鲍鱼，这个不是罐头，这个是生鲍鱼来的。没有，我是讲人家问罐头里面的鲍鱼啊，那个是金华人啊，你可以来煮菜了。那个可以啊，罐头鲍鱼的刺他们要拿一点呢。啊，你可以拿一点来煮菜了。OK， 我们现在要做的东西，我们就是一汤匙的。来，我们放入一汤匙的那个蚝油啊。这个鲍鱼很贵啊，鲍鱼会贵吗？喂，这个便宜了。这便宜了。小鲍鱼啊，便宜啊！我放个酒下去，还一汤匙的那个蚝油加一点酒啊。蚝油我们炒也是，我们下去就让。来，时间到了，表弟。那不了。来，隔壁的时间到了，我们关小火啊。放点热水啊 ！Like and share from Singapore， 谢谢你们。来。三个勺子的汤，那水啊，热水。OK， 我们再抓，我们放鲍鱼翅啊，再鲍鱼翅，鲍鱼翅啊。OK， 来，我们就是用一个鲍鱼做的鲍鱼翅啊。半汤匙啊。OK， 我们是用海天牌的鲍鱼翅啊，还是调味料来的鲍鱼翅，任何的牌子的鲍鱼翅都可以啊。如果没有这排位置，要怎样去调这个味道？你们可以用蚝油来调。蚝油啊，蚝油。我要试试它的咸度在哪里。所以我们只是放了一点的那个鲍鱼翅，是半汤匙的，然后一个汤匙的蚝油，然后一点的料酒啊。还有三个勺子的那个热水啊，一茶匙的什么？糖一茶匙啊，生抽放进去。来，我们放生抽，半汤匙的生抽啊，可以看一下鲍鱼的包装袋吗？那是百罗哟。生鲍鱼你们买多少钱？我不知道价钱。熟悉的胡椒粉。来撒胡椒粉啊！下次你可以告诉人家价钱吗？哦，撒胡椒粉来。都是他们送过来，我就没有。这个可以用罐头鲍鱼来煮这道菜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OK， 来这里有一个，OK， 它这里有一个生鲍鱼啊，它这里有生粒小鲍鱼啊。OK， 还是你咕嘟的40块罢了，1.4块，就是一搞的那个生鲍鱼才卖4块钱啦、啊。OK， 40块一包啊。OK， 来，你有放什么吗？放鸡精粉。来，多少的鸡精粉？啊，一茶匙。一茶匙的鸡精粉啊，我们刚才放好。我们一点点的麻油。来，撒一点点的麻油啊。这是红烧啊，红烧。我们是红烧啊。嗯。请问罐头鲍鱼的汁可以收起来吗？
你要说多久？你要你收起来要做什么？不是，一般上罐头鲍鱼的字啊，我们也不鼓励啊、因为在罐头太久了，也不鼓励。就是有时候我们煮的时候，要煮就是一次过煮了啊，就顶一点就行。过多少钱？28寸，我们没有28寸啊，我们有32cm 吗？嗯。Okay, 我们看那个颜色啊，红烧的颜色了、啊，那个颜色我们红烧的颜色，我们要再加深一点啊，所以我们加黑醋啊，哎，老黑酱油啊，一点点就好啊，老醋，所以可以用罐头包鱼没问题啊。Miki today your dinner all 好了啊，来，包鱼，包鱼仔我们忘记去了。其实这种我们包鱼啊是。一定要煮过那样，啊，一定要煮的那种。一定要煮的，啊，但是也不用煮太久的，它它软的，煮太久它完了硬。今晚我就吞完这个就可以了，我的晚餐。来，我们要准备马铃薯粉来勾芡用啊。OK。32cm 多少钱？我们这个是228块马币啊。Ringgit Malaysia。请问哪里可以买到这种小鲍鱼啊？你咕嘟西部有卖啊？来，少少的那个马铃薯粉的勾芡啊，分享了，谢谢你的分享。OK， 把它汁更浓稠一点啊。汤5分钟了，谢谢你的提醒，我们熄火了。好，好吃的全部给 Miki， 谢谢你啊。那鲍鱼本身没有味道啊，你只有靠那些酱料啊。对对对对。鲍鱼只不过是有那个咬劲和口感吧。现在中国人是很讲究那个口感啊。嗨，新加坡。Singaporean, where can we get such a 鲍鱼啊？这样的鲍鱼我不懂哎。你看那种在 mall 有没有卖啊？其实卖海产的地方就有卖了啦。总共有18粒，哇！你这样都算到啊？又有人讲19粒。12345678910，这里有10粒啊。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，哇，有18粒啊！我算到18了啊。18粒，一人吃2粒啊。所以我家里的 member 啊，全部一人吃2粒啊。OK， 它的字啊，它在放浓稠浓稠一点啊，它在放那个马铃薯粉勾芡啊。鲍鱼有先蒸过热水吗？有。有，我们是过了冷啊，过了热水先啊，蒸一下啊就好啊。来，我们放香油啊，少许就好。加菠菜更好吃啊。你可以放啊菠菜啊，你可以放那个什么。先给你的小小的鲍鱼啊，阿家 seafood 果笑啊，阿一鲍鱼啊，阿家鲍鱼啊没？啊 ，OK， 这个近拍是很大力的哦。来、嗯、来，这个是，那么我们的汤也是七七八八的哦。为什么少了两个？少了两个啊？不懂啊？你放两包是？啊？你放两包啊？刚才没？一包9粒哈。一包10粒。应该有20个啊，这么少2个，我也不懂，不懂。你故意羡慕你今天有鲍鱼啊？哎呀，这哪要小心啊！刚才我是摇到它落出来啊。这种鲍鱼很便宜的啦，便宜你要买那种啊，好料的、啊、是一个罐头啊，有2粒1粒那种啊，嗯、那个才叫好料啊。那个、你要那种名牌的一粒都。那个叫什么？一头包啊？哦，一头包啊，一头包、二头包那种啊，那这个就很贵，那个要好几百块了。为什么讲一头包呢？一粒一个鲍鱼放在一个罐一个铁罐里面呢、啊？
什么是一头泡、二头泡、四头泡？四头泡就四粒等于一粒这样啊？不是这样讲，一粒啊，在我们的中华美食里面，他们是我们说四头泡就是说一斤啊，有四粒。对啦，就是四个等于一个啦。我有讲错了。四粒。如果你的那个因为这个水很多，汤很多，所以要时间一下哦。汤已经给下去了。给它下去了啦。我再给它等一下。这样我有讲错嘛？没有，一粒顶四粒，就是四头包。有的时候十六头就是一斤，十六粒里面有十六粒。小粒的。很便宜的。那么这里虽然它给下去呢，它还是有微压的啊，还是有微压的啊。维亚啊，我们就是新加坡哪里都有卖鲍鱼啊，给它贵啊，一点点的还有维亚，我们对小鲍鱼真的很便宜的，不是什么想象中那么贵的，对，是便宜来的啊，便宜一个啊，我们开啊 ，Can add mushroom too， 我现在还没调味啊，让我调味掉，味道很重啊，味道重，那个香气直接喷上来啊，哇，姜味啊，姜的味，一猜就是姜的味道，来，我们现在调味道啊。OK， 如果是做夜餐的话呢，不要放太咸哦。啊，马上我放两茶匙啊，两茶匙，来两个茶匙的糖，糖对。其实我喜欢煲汤的时候啊，好像煲这样大煲的汤啊，我会，这个是糖，好吧？我放的盐。没有你放要放盐还是放糖？本来要放盐，你放了糖啊？对。你下次你放 OK。糖一般上我就会放一小茶匙下去的啊，刚才还放了两茶匙，对，那么盐我放两茶匙啊。OK， 盐两茶匙，糖 suppose 要一茶匙啊，他拿错了。其实放糖是，你说为什么你煲的汤这么清甜呢？为什么要放糖？糖下去给它的味道晶莹，更加提鲜，让它一个很特别了。你有放一点糖下去啊，跟没有放糖还差一点的。当然， <Okay. S 2> 如果汤你要放味精吗？要鸡精吗？你可以选择放鸡精。那鸡精是或者放味精啊，是看你本身有没有吃辣，但是我认为如果放了一个鸡精啊，或者是鸡精粉或者味精粉的话，它整个汤就不同了了，它味道又不同了啊。快锅有小的吗？ Okay, 我们只有卖一个 standard size 八厘的。现在买这个锅、啊，我有送一个盖哦，也送一个汤盖。啊，如果我们不吃，不要放鸡精了，我们就不放了，就纯粹的嘛，纯粹的那个汤啊，那个那味。新加坡十多块就买到的。你的碗会不会太小个、哦？没有，我们是吃啦，是这样的吗？原来 <Okay, S 2>、排骨啊，够，你看排骨，你看啊，我虽然这样呢，这样排骨就好吃。它还有口感啊，它有口感。如果刚才如果放下去的话，头发排骨都绵绵了了。其实这个排骨都很绵了了啊，我的师傅啊，如果你要更有香那种买不现在不知道药材店有没有三边丸啊？三边丸啊，自保三边丸，以前有三边丸啊，药材店都不知道有没有了啊。你送药店去买三边丸啊，你丢一粒或者两粒下去，如果浓要浓。哇，它的味道出来哈，有药材，因为上面还是有中药的嘛，特别香哦。那时我的师傅说，放两粒下去，哇，整个不同了啊，味道不同。那比较少了，你做这大来，你慢慢拿更小的给我，因为你要拍照片看得到嘛。你看排骨啊，你看鸡脚啊，绵绵哦。所以这个是全世界最快的快锅。可以放鱼露吗？啊，这个不建议。不建议你放鱼露啊。不建议啊。黑豆我最喜欢了。那一路就是看这个已经是很绵了，白骨都很绵了。Thanks for sharing. Yeah， 谢谢你们的观看啊。我们又要放有点黑豆在上面，比较漂亮啊。好。Yeah， 很好的 presentation 啊。白骨黑豆汤。好。谢谢你们留守啊，观看我们的直播啊。直到结束啊，那我们来看那个，谢谢那个咸饭啊，包好的咸饭。其实这个刚才你看到这个鲍鱼啊，这个鲍鱼是比较大力啊，焖久了，然后是越缩小。其实我是第一次煮这样煮啦，啊，我建议如果你下次煮的话，你的味道调得好好的时候，煲一下去，稍微捞一捞它就捞上来，
OK， 鲍鱼有看到那个比较大力，看那个养生汤，哇，这个是这个，你看汤啊，浓啊，你看我们的快锅可以让你省很多时间，你看那汤，你看比浓墨要两个小时啊，你看你看那汤的浓度，那个汤的啊，那个黏啊，黏稠啊，就是说鸡脚啊的那个啊胶原蛋白啊，来看看怎么样，我们开这个，哎呀。黑豆先煮多少分钟？如果你挪磨的话，六十分钟啊，快煲六分钟。啊，快煲，我们用快煲六分钟。拿得起吗？可以，我们拿得起，放得下。你拿都拿不起了。哇，粒粒啊！哇，碎啊！今天的主角啊。其实我有跟大家分享过。姜本。啊，如果我不做保险，你聊一聊一下。我要做一天生意的话，我就开这姜本。啊，听我讲，你熟人姜本，你熟人姜本，一碗卖多少钱？这样子，这样价钱你自己定啦、啊。7块，七块那里，哎，你在餐厅你吃到这个，这个就是想到妈妈的味道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有想过，如果我要开一间餐厅，要讲的餐厅姜本哦，金瓜饭、芋头饭啊、菜豆饭、包菜饭啊，还有大菜饭、盖菜饭啊。我每天煮这几样就好啊。冰汤或者煲汤、萝卜汤。啊，就是你这是一个，哇，没有一定生意好了，所以谁会我这样？金龙波没有这样的生意啊，你可以开一间了。对，没有人这样做，你可以这样做。如果你想要做个小饭，不知道怎么做的话，在家里试试下，啊，用来用我们这样煮法成功了，去赶赶去开吧，啊。因为 KL 没有这样的，肯定有生意的，啊，肯定，因为这个就是小时候的味道。要找回来小时候的味道啊！好，好，谢谢大家今天的跟我们的跟到现在啊，谢谢大家的点赞分享。好，我们明天拜几啊？明天拜五。好，明天啊，明天还有深夜厨房啊。我们明天5点半准时见。拜拜。